天开教台教主开，应子应官应人才，佛教灵开书经台，佛教灵机万变化开，无字台无字台无娘敢化台，灵机现教一家来，灵机现教一家开，应本应数嘛应你开，应时应运嘛应你来，坐飞坐开坐树栽。红红舞台圆满现连开，迎官来开呀台，开两开，红里呀一拉纸，马背来背呀里呀来，两里呀。红啊你大家做起名来呀，一切来我看待呀，红红不牛敢在一花来一开来迎衰啊灵衰啊哥高龄啊，基呀，拢爱阿家好赛，年纪来家好来，高兵啊先开，兵出来人爱呀，树啊几代。马蹄啊，丢啊，哎呀，哈脚带，哈肩啊，背带呀，背肩开。孙兄师弟，欢迎大家来到姚地宫哈！啊，无只台凤凰母娘，啊，有来试开凤凰台哦哈！啊，今天大家拢收了真好，啊，大家吼，啊，把你的灵机，灵机献落在，灵机献落开，后来照顾吼凤凰母娘，啊，来灵机献落在，啊，肉体来变落开，哦，啊，灵珠来降下来，变出灵元台。我的肉体在哦哈，大家有灵机，灵机也要在哦哈，并叫波机那个红红波机在哦。注意，咱这个凤凰母娘，而且呢，看到咱这个龙凤仪，今日呢，这个龙氏吉日，大家呢，当来会教可能，其实你讲呢，啊，咱这个啊，台北这个新庄啊，这个陈文江啊，龙主，已经很注意，先跪下。大家呢，今日呢，这个机缘，大家真正欢喜啊！等下咱这个昆仑山姚地宫，以咱母娘呢，来这个相会，啊，受着咱凤凰母娘啊，这个恩化啊，这个有功普照，啊，实在讲咱大家呢，啊，真正尊师重道，啊，为咱啊这个。啊，首次要做路嘞，大家来当献花，让咱的心胸啊来行出一条咱应该爱行这个光明大道。这路行来，咱大家所追求的啊是只有一个目标，
啊，就是讲啊，咱为母，啊为自己，啊为着咱以后要行一条咱应该爱来啊，避苦避乐啊这条神路。今日咧啊，多等这个机缘，大家真好。多咧啊，咱昆仑山要提供咱这个黄书。黄叔，哎，黄叔嘞，啊，都有公器，讲咱今日，啊，都有这个资源先，会遐甲大家来做一个参考，做一个研究，就是讲咱今日条路嘞，啊，今日这个困难，最主要目的，目的地，啊，就是干那边破石龙尔，所以讲嘞，大家嘞，真正用心，真正刻苦，真正嘞，啊，来有认真学习。就咱这条，咱爱行这条神路，这条路嘞，是使讲无穷尽的。因为行这条路，就是咱家己爱找时间，啊，找时间，大家嘞也无计较，就讲啊，咱这时间宝贵，啊，甲咱这个啊金钱所需要拢都爱，但是这个费用大家拢爱开销。所以讲时时嘞，啊，变讲一个三，大家要重重的代志，大家嘞爱有这个耐力，爱有这个坚持，啊，比咱这个蜗牛。来共同参考，行这条路就是去考试咯。每日考试咯嘞，今日看到大家这么诚心，啊，这么为我效劳，大家这么共同，啊，来为咱这个安源乡，啊，由江主带领之下，大家嘞，咱这么一个诚心，这么合作的，啊，大家一起来，来一起来做一个拍算，为自己来追求，为自己嘞，啊，来走一条光明的大道。所以讲，啊，让咱好好牛。会当庇护咱今日有个参悟着的人，大家呢，啊会当清净自在，会当完全放下，啊为不了呢，啊做尽一份的效劳，啊是像恁安尼自立，要行出一条光明的路。希望大家呢，会当更加用心，大家更加安好哩，恁个自立，哦，这支也大家啊，今日呢来到这，所以讲啊时间宝贵，咱第一年来到这，一定辛苦着，哦，所以讲大家呢，会当有这支缘，大家尽量啊，含咱某人相会一下。哦，一条一个，哦，这个伊很小啊，孙啊，请来，哦，包机哦，包机哦，啰嗦呢，开始，所以，哎，开来，啰嗦，哎呀，我有可能真呢，今天回家，温馨的人，就是跟咱母女有真密切的关系，今日才有这个时间在。如果你也跟母女无密切关系，今日无这个机缘，你今日也遇不着，是不是？所以讲，你把握这个机缘，最好是以好交往上面，你可能是要安怎搭，要安怎笑，要安怎用环境如自由来，来，不错，是不是？所以讲，就。今日呢，大家有这机缘呢，会当来到咱这个地，来提供。所以讲，是为咱母牛的献花，母牛感谢。因为呢，咱行到这个时阵来，就是讲一直在找，就是讲真正要行这条路，真正要付出。哦，
有追求这条道理，有追求这条路，就是讲会当啊了结，有咱人生中啊会当讲脱离着咱这个轮回这个受苦，啊会当讲会当超生了死的意思。讲今日，那是讲过来。